和米豆腐，还有米猪脚是他们青岩古镇的一个特色。 顺着南门口向东走，我们看到的是一层六的城墙。那么城墙的左边的话，我们看到的竟然是青岩古镇商业街外的村落。这个村落的话，竟然住的是正常的这个生活的人民。 这个像水果呀、饭店呐、等等，车水马龙，相对来说更繁华一点。 那么有卖水果的，然后有卖各种生活用品的，而且我们的声音已经完全不够用了，因为有很多人买了太少，而且这里一直在过车。